航天飞机又被称为太空穿梭机，它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它是一个混合体，既像有翅膀的太空船，又像飞机，能像太空飞船一样在轨道上运行，也能像飞机一样平稳着陆。一般来说，航天飞机能够容纳七个人，其中包括四个科学家、三个机组人员，它能够完成许多任务，比如释放卫星、回收和维修卫星、进行科学实验等。早在1969年，美国宇航局就打算研制航天飞机。1981年，第一架载人航天飞机正式出现在太空舞台上。美国一共研制过五种型号的航天飞机，苏联也曾经研制过暴风雪号航天飞机，1991年还曾成功对该航天飞机进行了无人轨道试飞。然而由于同年苏联解体，航天飞机项目也就不了了之了。美国一共研制过五种型号的航天飞机，而哥伦比亚号是美国第一架正式服役的航天飞机。1981年，第一架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射，在天空飞了54个小时，环绕地球飞了36周，之后安全返回地球，揭开了航天史上新的一页。哥伦比亚号长56米，翼展24米，起飞重量在2000吨以上，能够重复使用100次，兼具火箭、卫星和飞机的特征。哥伦比亚号是美国航天飞机的开山鼻祖，在第二架航天飞机挑战者号没建成前，哥伦比亚号又飞行了四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后，哥伦比亚号发生了大悲剧。2003年1月16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本来美国计划在2001年就发射，但因为出现了技术故障等原因，因此才延迟了两年。此次哥伦比亚号的发射和中国有关，上面搭载了六个国家学生设计的实验项目，其中就包括中国学生设计的残载太空吐司接茧实验。本来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在返航过程中却出现了意外。当时航天飞机刚刚飞行82秒，便突然和地面失去了联系，之后机舱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小洞，1400度高温的气体迅速窜进机舱之中，航天飞机空中解体，七名宇航员瞬间化成灰烬，无一幸存，全部遇难，令人痛惜。事故发生后，引起了舆论的剧烈反响。在舆论压力下，美国安全局迅速开始了调查。最初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事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外部隔热瓦受损，导致轮舱或起落架舱门出现裂孔。这个调查结果受到了人们的质疑。果然，三年之后，2004年，美国宇航局得出了新的原因。原来早在起飞前就已经出现了问题，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外部燃料箱表面泡沫材料安装过程中存在缺陷，这才是最致命的原因。当飞机起飞后，外部燃料箱表面脱落了一块泡沫材料，正好撞到了航天飞机左翼的一块材料上，当飞机返回经过大气层时产生剧烈摩擦，导致1400度的空气冲进了左机翼，导致机翼机体融化，七名航天员丧命。